又来了，公安又来干扰了，嗯，又来了，六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。您什么？什么？我讲错了吧？你们听着点，错不错？老百姓很穷，我们不要到非洲去撒钱。这些公安，你说七八个人了哈，七八个人了，都听着点，是吧？这个撒钱呢，对国家、对社会都没有好处，啊，都没有好处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砍你，你到我家来，你到我家来是犯法的，我有我的言论自由。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吧？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，我想。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。我们美国之音呢，对啊孙文广教授的这个遭遇，以及孙文广教授遭到这个不公正的这个打压行为呢，表示强烈抗议。